前呢，浙江绍兴的一位理发师就在顾客头上雕刻出了惟妙惟肖的冰墩墩图案，来看一看。最近嘛，大家都刷到那个冰墩墩嘛，就觉得蛮好玩的，然后又都买不到嘛，没地方买，这样吧。顾客也是熟悉的顾客，就是聊嘛，我们聊到冰墩墩那个嘛，然后我说可以给你剪一个。我大概在几年前嘛，就感觉蛮有趣的，就会在客人头上去剪图案这样。开始剪的完也没有剪的那么 OK， 然后后面就剪的就会越来越好，这个挺快的，就差不多大半个小时吧，一个小时不到。啊，这个效果还蛮好的，就是很形象啊，就是客人也挺满意的。这样的造型估计回头率得老高了哈，所以。